爱托就没有，但是啊，很好的朋友、哦、啊，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站出来帮他讲话，嗯、他也会站出来帮我讲话、嗯。所以他没有试图追过你吗？没有试图，因为他知道我跟他是。张柏芝是出了名的谎话精，在接受采访时，张柏芝澄清了他与陈冠希的关系，表示他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只不过关系非常非常好罢了。如果对方出了什么事，张柏芝、陈冠希都会选择站出来帮对方说话。因为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吧。他到现在只承认了陈晓东还有谢霆锋。谢霆锋还没有承认呢、啊。他说因为没被拍到，所以他不用解释，那就是承认了、啊。张柏芝说可能两个人不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不是陈冠希喜欢的类型吧。没想到这段采访没过多久之后，张柏芝就被爆出了照片门一事。据传闻，当时谢霆锋和陈冠希两个人才是很好的兄弟关系，没想到陈冠希后来会和张柏芝牵扯到一起。有人说张柏芝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撒了谎，因为张柏芝说话吞吞吐吐的，仿佛在掩盖一些事情。再加上向太陈岚爆料过张柏芝是撒谎精一事，虽然当时很多人都不想相信呢，觉得陈岚是在抹黑张柏芝，但是从张柏芝以往的采访视频中啊，都能看到这个张柏芝真的是挺爱撒谎的。比如之前张柏芝被问到孩子最喜欢吃什么菜，张柏芝就吞吞吐吐的，半天说不出来。现在又被问到与陈冠希是什么关系，张柏芝说两个人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只不过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罢了。2005年，张柏芝说从没有和陈冠希谈过，和谢霆锋只是恋爱关系。2006年，果然和谢霆锋结婚了。2008年1月，爆出陈冠希给他拍了好几百张的照片。到了2011年5月8号的时候，张柏芝在飞机上求合照，事后却不承认。虽然之后张柏芝的公司辟谣了，但是在5月20号的时候，陈冠希直接亲口承认了这件事情。当时在某档节目中还谈论到陈冠希亲口承认了，张柏芝见陈冠希承认了，才开口说放下过去才合照。好家伙，张柏芝这撒谎的能力也太强了。不过也有人认为张柏芝洗白，表示张柏芝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妈妈了。有人猜测会不会她的好妈妈人设也是装出来的呢？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